叫做巡礼，也就是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他们日本叫遍路，但是可能在西方叫巡礼路线，也就是跟随大师的步伐。去年2018嘛，我大概是五月的时候离职，我就想说人生啊，一定要那个去好好休息一下。人生就是遍路哈，我们到每个地方，我都看到一个叫喜心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一直都出现喜心这件事情呢？啊，原来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，其实它是一条心灵之路。困难可能挫折很高，可是你学到的东西是自己的。所有东西你学的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每一个重要的东西背在你背包，就成为你什么重量。重点不是关键，而是什么？这个过程中给你的收获。